现在是周六的晚上11点不到吧，现在10点多，不到11点，是11月19号晚上9点多，啊不，10点11。来看一下这里车流量情况，就是现在是一个红灯，所以它是左拐下去带停区，前面停着了是。就是一个红灯，看看能停几个车。有一辆小快递颠颠过去了，现在就绿了。这红灯也不长，都没排几个车就又重新起步起来了。反正车速倒是都。这个、车干什么不走呀？这明明刚刚绿灯了呀。哦，它是左拐的，左拐现在才绿。